10月23日是陈赫和张子萱女儿安安两岁生日，零点刚过，陈赫就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，为女儿庆祝生日，真的是非常有心，也体现出了他对女儿浓浓的父爱。他还写道：“安姐，两岁了。”照片中，陈赫携女儿现身迪士尼看烟花秀，单手抱展现爸爸力。随后更是献吻女儿，画面好有爱。虽然父女俩都是背影出镜，但是这样的画面真的非常令人感动。网友看后也纷纷留言，希望小可爱在温暖的可爱的爸爸的怀抱中茁壮成长。安安公主两岁生日快乐，要一直这么幸福下去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